这是美国本土地区的地形图，东部是低矮高地和沿海平原组成的混合地带，中部是从五大湖一直延伸至墨西哥湾的宽广平原，而西部则是高耸的落基山脉。不同的地形条件不仅决定了美国的降雨分布，也确定了当地的河流走向。东部地区湿润多雨，湖泊众多，河流纵横，而西部则是干旱少雨，荒漠众多。从环境上来看，东部的自然条件要比西部优越很多，但这里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美国最强的州并不在东部，而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。如果把加州视为一个独立经济体，它的经济规模已超越英国，排名全球第五。加州东部是内华达山，西部有海岸山脉，中部是地势平坦的中央谷地。受海岸山脉影响，来自东太平洋沿岸的暖湿空气无法东进，仅有北部地区因山势较低，才创造出了相对湿润多雨的气候条件。整个加州以萨克拉门托市为界，北加州年均降水量达到1000毫米，而南加州降水量仅250毫米，有些地方甚至只有50毫米。如果能将北方无法利用的水源引至南方，整个加州或许能得到均衡发展。其实这项调水工程在上世纪初就已开始。加州地区最重要的河流主要有两条，一条是发源于北部山区的萨克拉门托河，河流全长615千米，流域面积超过7万平方公里。该河向南流经中央河谷北部后，与圣华金河汇合，最终注入旧金山湾。为了让水源得到充分利用，人们在萨克拉门托河上游新建了两座大型水库，在灌溉季节将河流下泄至加州三角洲，后经三角洲横渠引流至三角洲泵站，通过该泵站将水源分为两股，一股经输水区注入马丁内斯水库向旧金山地区供水，而另一股则经圣路易斯水库沿吊水干渠抵达艾德蒙斯顿特大泵站。河水在这里被提升587米后继续向东南流动，最终抵达洛杉矶附近的佩里斯湖。整个北水南调工程包括5条输水渠道，全长约1086千米，涉及年供水能力52亿立方米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洛杉矶地区的水源补给，还从内华达山脉东侧的欧文斯河调水进入洛杉矶市。总长824千米的洛杉矶输水道，年调水量约5.8亿立方米。科罗拉多河是加州的第二大河，其上游的胡佛坝可以有效调节水源供给，但这条河流是国际性河流，加之按照美国西南七州签订的分水协议，从帕克坝引水，通过隧洞穿越分水岭到达洛杉矶地区的科罗拉多河输水道，每年只能抽取该河54亿立方米的水量。所以总体上来看，以上三种引水方案为南加州地区每年提供了约110亿立方米的水量。近170年来，加州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、淘金热的兴起以及石油工业的发展，人口增加了近400倍。这是目前加州地区的主要人口分布图。从图中可以看出，加州人口主要集中在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城市群附近，甚至南部的洛杉矶地区人口更为稠密。洛杉矶的繁荣离不开北水南调工程的实施，水是人们赖以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。虽然加州调水工程有可能耗尽欧文斯河谷的发展潜力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确实实现了洛杉矶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度繁荣。